Hello，今天来介绍这个七星标哦，那就是最近买的吊组，顺便来组装一下哦。那待会来看一下这个吊组的这个状况。OK， 好，待会见。好啦，这个是七星标的这个概念，一样就是上七星标七颗木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然后嘞再搭配这个铅座，有没有铅座？下面呢可以放一个这个太空豆阻挡线阻吊，底下这边可以用快速别针，好、哦，快速别针，或者是直接把他们专用的这个朝天钩直接绑上去。这个朝天钩有个特性哦，它很像路亚的那个钩卵虫的那个棘头钩，所以它可以用快速别针穿过去，这里有没有？快速别针穿过去，那你当然也可以直接线绑穿过去绑上去。好，那我们的七星标的吊法原则上都是单钩的哦，哦，因为它适合吊草边。那如果你用双钩就失去了它的一个意义，当然也有人吊双钩啦、哦、但是我们主要是用单钩为主。好，那大致上这样子、哦、那这个木印怎么上去，就跟太空豆的上法一样、哦、像这个好、哦、就直接线穿过去就可以拉开了、哦、OK， 好，大致上吊组就是这样子，很简单。 OK， 好，那到时候我们在吊场再试试啦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伍白啊，现在看一下冲刷完之后这边的地形，那边又多增加了一个吊点，还不错。那待会就调查看看吧，来测试一下七星标。OK， 记得绑钩哦。哦，完是二号钩，试试看，直接绑上去就好了，我不用别针。就开始修剪，这个铅已经有点重，跟他们搭配的嘟嘟好。好，三颗，有没有？露出三颗。好，三颗，现在是浮水，浮在水面上的。再来是找底哦，先看看底部在哪里。哦，像这样子，三颗在水面上表示已经到底部了。OK， 可以的。好，可以开始做钓，大致上就调整这样子就好了啦。间距，好。OK， 七星标，不一定要七颗了，看自己的习惯。OK。单钩的好处，
好啦，天气可能太热，测试的结果不太明朗，下回再来测试看看吧。好啦，拜拜。